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加入 Spotify Premium，好奇怪，挺好笑。加入 Spotify Premium，好像听起来像 Premium，Premium，怪怪的。Alright，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哒哒啦哒哒，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啦哒啦。他挽着那副装傻眼睛。少女会转变，他总压着一些麻痹。这首歌有国语的，可是要找。Sixteen，这首歌超可爱的，我有买它那个，我看一下，对啊，为什么没有中文的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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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老的歌，哇，OK，小爱，其实我想要第一台，所以 所以音乐只是放给人家听。我来看一下，所以我可以滴答瓦的台吗？太棒了！然后达瓦的台，维瓦蒂应该就不会收到，对不对？以防万一。对，我应该没有给维瓦蒂的声音。然后 desktop audio Spotify 有，是不是下雨啦、啊？然后把，哒啦哒啦，哒哒，我把 Spotify 的声音。然后 brave，等下我懂了，我应该要看这边才对。OK，Alright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听到 Spotify 音乐，对不对？但是保持你们有放这样，有点难了。我来试一下。哦，真的不行哎，太难了，好吧？那我只好自己再听。维瓦蒂的时候，把它弄大声，是这样吗？嗯，可是它，可是打瓦也有发声音，算了，点头痛。好，算了，不低台了，太难了。嘿，Audita，啊，不是，Audity，其他台20%，我的100%就，对不起哦。你是说我说话的声音吗？还是因为我把它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力气安安，这样有好一点吗？这样有好一点吗？我觉得是我这个超级旧的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因为之前不是大家都说我太大声吗？算了，我还是放准备中好了。来调个声音，所以啊不对啊，这样子我也没办法看，看一下，每天开台都在调声音，也是蛮头痛的。不对呀、啊，对不起，今晚就为
奥地利改一下，输入是输入音量不够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好一点，再调一倍哈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这里收音，我觉得是这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哦。我把这个收音放下来哈，只是它这样很可能会，我怀疑它会被我，就是怎么讲？这样子嘞，可是这样子会，等下我看一下我要怎么办，因为它很可能会被我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样子呢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不然我先试一下这样啊，然后你们的奥迪奇再看看，还是说是因为我音乐放太大声？是因为我音乐放太大声吗？然后调个一倍，我在想 是不是像下我问的那个人一样，就是我把那个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就是我需要整体，我看一下，整体哦，看一下，这样子呢，先这样试试看。我在想，可能是那个，等我一下哦，我把这个语音开麦的语音，全音源的语音，然后把麦复制。哎，我不要复制，我把这个也开了，这样 OK 吗？哎，如果太大声，再跟我讲。哦，所以这两个音源我都要开哦，我整个看不懂哎，好吧，那也就是说，对奥迪奇来说，要有，哎，不对啊，杂讯抑制，不对，全音源的控制，background user audio，其他台，哦，抱歉，我看看怎么样能够把整体的声音拉大。而且我现在有用耳机了，我看一下，为什么我一样没有？为什么我一样没有 audio 这个呢？Stream element，Stream element，我看一下。所以我刚刚其实没有开什么音源的问题啊，Audio Mix 这样呢？这样到红色不就爆音了吗？这样有爆音吗？然后，头痛，但是我的麦克风音量有把它增加了，然后它也有增加，OK。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再跟我说。因为，因为我其实我也不太会讲话，就是专心起来可能不太会讲话。那我现在把那个，我现在把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我现在把那个收音的啊放在比较靠近我嘴巴，就是荧幕的下面。之前是夹在荧幕上面，那再试试看。收音麦放在。来做事吧，还有一只脚，然后还有一颗寿司，所以，
我刚刚有倒水，然后这里的二十分钟要重新计时，所以这个二十分钟不能要了。Pinocchio 这个电死，没有啦，是因为刚刚一直在调声音，就是我觉得开台比较烦的地方，就是要一直调声音。然后，可是其实我是要做魔的啊，我是做魔人呐、啊，我是个做魔人呐、啊。Alright，然后那个音乐看，帮你调大吗？好，如果音乐太大声，再跟我讲。好，就这样，开台，重新计时。练习开台，熟能生巧，我猜。跟其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因为我自己低很多台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。OK，好，继续。所以我是这个绿色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的底嘞，哦，是，我想看一下这个。所以，好吧，那后面这一条也用，你听听自己的跟其他台的去调就好了。哦，有，我今天把它就是转到那个实现暂时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今天把它转到那个 YT 上，我听听看。其实因为那时候就也不是要讲课，所以音量就不是那么重要。那总而言之，只是留个纪念这样子。反正以后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两个有一点像，所以我在犹豫要不要就是用同一个做，然后水蓝色组，我看一下，章鱼组。这好妙，这歌我应该没听过。然后，Helpers，章鱼的背面，所以前面四根做完了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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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嘟。我没有看过。我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但是蛮好听的，把它加进去。点解？点解我不行？Alright， 可以。Spotify 的界面真的用不习惯。好啦，这是最后一根脚，还好我前后有花，不然是超乱的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OK， 不是这个。先克制一下。Yes。然后把它移过来。然后绿色组，
背后的 back， 然后绿色组。嘟嘟嘟嘟，我不要当死线战士。Green， 不行。哎，然后这是六吧？那个 Spain 对六 ，OK。然后这边 Screen 这边，然后这个不要，这个先不要，中间的留着。然后这个的，是，哦，这是原来的，对，没错。然后用原来的去做比较好。其实它有一个形状很像这个，我得说，哎，然后它有一个形状超像的。所以蓝色组先关起来 ，OK， 然后蓝色组这个也先关起来，黄色组先关起来，这个 OK， 黄色组。好，这陈奕迅呢？跳过。这个歌手我没听过。然后绿色，这个绿色组 ，OK， 所以先存起来。对他没错，然后等一下我怕搞错了，所以这先改个颜色咯。嗯，来，然后呢，把它叠在这个绿色上面，然后呢，这里它有一个超像它的。这样子，在这里，所以其实也许 maybe probably， 然后我在想到底重做比较好，还是直接复制它？噔噔噔噔，难以抉择啊！好啦，那个想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啊，好啦，不然就是这个直接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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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等一下，我懂了，所以这个的存到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是在这里的，这里 ，OK， 所以这里这颗，我觉得蛮像的。Let's try this， 这里，这里。OK， 大约，然后呢，下一个，这一个要往左边转，所以这个不要，然后这颗蛮像，就你要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是绿色的才对，我被搞混，
然后蓝色的、绿色的，OK，I see。然后 V line，绿色的先改它的这个。这应该听不到的说话。只因我太痴。可恶，一直抓不到的蚊子，好烦哦！等我一下，我去拿那个电蚊拍。算了，先试试看捕蚊灯好了，虽然很难。真的很难。捕蚊灯女方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。追到了，蓝 西斯你好，应该是念蓝西斯对不对？我可能会爆音，所以你要跟我讲，因为你刚刚奥地奇觉得，我调小声一点哦，他觉得我的台太小声，影响他多重低台，所以，我就把那个麦克风放在 我先说，这台没什么内容，我只是开着让我自己专心这样子。然后现在背景播的是超级老的粤语歌，超级超级老。然后把它，哦对，给你看一下。哦对啊，算了，如果我要那个的话，我要开，所以。等一下，居然有 bug！哦，对啊，因为我还没做，我在想嘛，真是不要这么紧张。35，OK，然后是念 lenses 吗？lenses，OK，lenses，然后。在这边，所以这么快就30分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
二十，好，炸好了。嗯，哦对，然后我要改那个，嗯，它这个可是，新一点又符合我要有意思的粤语歌，好。这首歌虽然是陈奕迅的，看一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个歌名看起来就好沉重哦。就怎么的，我听一下哦。OK， 对啊，这个歌看起来好沉重，十年前吗？哇塞，哇塞，但是谢谢，处理。我觉得我换一个那个唱好了。不，换一个那个听好了，来听林子祥的演唱会。Alright， 先把正事做完。点点的话，这个这么高。Alright， 嗯，广告，嗯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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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我，不开心，把手锁紧，让你不和我叮叮纷飞，情难高温波涛，要你勇气，可不许我太狂。宝贝。红袍用不需休息的吻，可以这样吗？零可以，十好。其实我们不晓得这个范围。哦，好吧，十不行，悲剧。苦干山边的你，靠高山西沙，一地富贵。我看一下哦，好吧，200，我试试看，这到底有没有差别？宽度100啊，试看，然后硬度。红袍拥抱谁有谁的门，算了，还是重来好了。所以，嗯，这里删除，再一次。剩下都是我跟你，他。这样子，它没有影响到中间呢，然后那边叠起来了，嗯，烦，
百岁不怕风雷，百岁改变观众愚昧。眉宇中蓝靛车辆飞过，太累路人走过，疼痛永驻我，心下都是我跟你。谁不怕红梅，把谁改变观众愚昧。眉宇中太累路人走过，剩下独自我跟你。剩下独自我跟你。哦，你又找到一首吗？来看一下。我在想，我如果这一台都播老歌，会不会播到有一天你都不想来了？有在听广东歌的都不想来的。然后这边等一下要整理，是 OK， 看一下哦，先这段嘛得暂停一下啦。我来听一下，美来锦。哦，这个哈，这个它叫 Rubber Band， 它有 Spotify 吗？看一下。这个未来见。不对，是这一首才对。OK， 谢谢奥迪奇的，对对对，谢谢奥迪奇的提供。无尽 ，Super Moment。OK。哎，好，刚刚不是在地震吧？然后继续努力。好粗哦，原本有那么粗吗？这线原本有那么粗吗？为什么这边会超出？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一下来看一下。
论布线之重要性。其实我在想说，这边应该，也许我应该要用那个脸的那个布线方式。哎。背后的脚不要这么纠结。他应该要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 ，Warp Deformer Shaping Tool。OK。不能 shape 太 sad，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搞那个很多，哎，不管了，好，然后嘿，修斯安安，我现在把其他脚都关起来了，所以可能你晚一点再看，因为我剩最后一只脚，然后要整理线这样子，然后赶工赶工。修斯安安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爆音，因为刚刚奥迪奇觉得时间太……哎，修斯你不开台的吗？开个台啊！哎，可以。然后，哎，我有开麦吧？有，我有开麦，而且他一直跑到黄色那边去了。然后，所以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，然后这个呢？这什么歌啊？我根本就没听过。哦，你没计划哦 ，OK。嗯，好可怕哦，要月底了，要交账单了，嗯，怕爆。嗯嗯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删了不该删的东西啊？这个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该删。然后，这个，我记得我刚刚好像复制了这一颗吧，然后它实在太宽了，Let me see 啊。它的弧度，然后高一点，哎，然后 ，I don't like this，
我在想，我终于把它拉得那么熟练了，我是不是就不应该用这个打点？但是我觉得快拉完了。嗯，我线好肥。扯到左边了，不行，各种来。把它紧实一点。啊，然后幸好是这种风格的，才有办法这样做。然后把它这个是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点。就会很好过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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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它是这样弯的话，我觉得它不会这样子，是吧 ？OK。OK， 点点，这样比较像，我觉得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哎，还行，这里不行了。Shift to B。大，哎，神奇的工具啊！然后这样看起来像嘴巴哦，然后喝个水。它有凸出去一点点，所以拉下来。这边，一点点，再回去一点点，你就很好过。啊，不小心按到什么？然后。这里，飞飞 ，OK，Q，OK，Good， 然后再转过来，它不知道变大变大了，再转过来就是它了，咻，反正它第一次啊 ，shit， 救命，忘了什么？可以举，然后确定一下我们 ，OK， 可以，吓死我，然后，好，然后这样就重叠了，再来三数，33好了，然后不然每次那么拉来拉去。OK， 然后下次我要把这个放下一点。可是放下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没空间可以用。这边 Q， 然后这里可以再过来一点。这边到后面去了，有，然后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虽然这是后面。但是我觉得它形状不错，所以给它一个 key point， 然后呢，把它移动一下。哦，原来是踩到那个中文了，所以看一下。Wait a minute， 它是不是变长了？对，它变长了。来，
变长了。OK， 然后下一个，先复制这个形状，因为不错，喜欢。然后这里是这个形状吧？不对，我觉得这应该要比较像这个的正面的话，这个比较像吧。好丑，这个比较像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而且它开始往左边转了，所以它要变 S 型嘛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对了，这里可以用那个吗？我们试，哎、欸，好险。它的那个再 OK， 一个肥一点点，再肥腻一点点就会很好过。然后新的味道 OK，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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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形状。然后呢，我应该要把它 Q 拍个快照，然后呢，把它改过去另外一边。我觉得这边比较像，这个超像的。OK， 哎，茶壶。我现在怎样手动点歌机吗？我来看一下。不比尔奇根基并 wings。哎呀，好，现在 YT 的广告真是炸多哎、欸。好吧，这个只好等晚一点再看稍后观看。好。改天我茶壶的歌，我改天再加。嗯，然后先做啊，做什么？救命！然后这个的话，把它剪掉。嗯，然后欧葵啊，这下很麻烦了。被影响到，嗯，烦。我在想，如果那如果把它缩小呢？比如说宽度，然后缩小呢，大概是十好了，它会好一点吗？我在想，有啦，勉强，但是它不是我要的样子。Oops。OK，
还行。哇，超惨！然后修一下看看。看一下那个好了，哦 ，OK， 问题在这，所以直接来。哎、欸，我下面好像应该会有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先把线弄细一点。不是，你、欸。先抖抖先，头痛。哎，然后，是广告。哎，直接来，就这。OK， 我回，我回。来了。好想拥吻你。哎。妈妈。对，然后但不管了，所以总而言之，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比直接用手画线还难？就是修老半天没有意义啊。但是为了过渡，搞不好那过渡这样直接画都画完了，就是。不过没关系，剩最后一只脚，不要一直抱怨。啊！救命啊！真受不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形状真的看得很糟糕。个人觉得颇糟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也可以再重弄一个，但是我觉得等一下看那个算图算出来是怎么样，晚一点就是可能明后天算图看起来要怎么样再说。30分钟了，一啊，抱怨被客人听到，二三四五六七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被发现了，我没有认真的。眨眼睛，悲剧，好啦，不管了，好，这边，好啦，这个等一下那个，因为算图不会算那么大张，所以如果不行再说，是这个形状吗？好像不太对，来，再一次，其实我是要这样的形状啊，这个这样子。好，然后，OK， 还行，悲剧，好了，那就这样。
好，然后呢？高度对吧？啊，又太短了。用这个，要不要？这太多了，给这个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再来一场。来，那个，来，所以，看一下，然后换歌，有俩公，紧张死。继续听稍早的歌。可以自己自说自话。啊，他缩小这件事是很烦的。不要缩小啊！嘟嘟嘟嘟嘟。哦，是这个的原因吗？看一下。嘟嘟嘟嘟。其实我突然想到说，我们可不可以用两坨胶水把它粘一下，这样子？突然想到的。然后这是左边，我们看有没有这个朝左边的形状。虽然这不能够翻过去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当雨不寒落，叮叮翻飞，情难高温破头，有你永黑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在这儿啊，我要想想，背后，然后这是往后的。所以这边不用纠结，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要捏这么漂亮的形状？我疯了吗？就是在后面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好久，没有，没有什么，不好意思，寿司，你说，寿司，你说没有什么，所以是在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我又在那边修后面，修半天，真是快俩工了，然后这是往后，这是往左边的，所以，我需要这个形状，然后呢，抱歉，这个比较像，从那边改好了，九，狼与虎和我，叮叮翻飞，千冬高温破头，有你永黑。哥哥许我太狂，烂 life to live， 其实，这我都滑鼠选哎，这么难选。我觉得他是要下来一点，然后改变某样走过。希望它有一个漂亮的幅度啊。它这个真的很难调到我要的大小。再来 ，OK， 可还行，好，看整理这个。
好，等线。幸好当时我跟你，这条什么？OK， 等一下他要干嘛？哦，这样才对。四点吗？哟，他为什么有点 delay？ 要小心，此时皆小心。然后，后面到底做什么工程啊？一直汤汤汤的声音。好，然后来喝个水。我上个厕所。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喵完，啊，好可怕啊 ！Please excuse after copying. Okay, no. 来，我上个厕所。Be right back. 肥来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等一下又想要吃饭，整天在吃饭也是蛮花时间的，是真的挺累人的。我觉得 Spotify 很奇怪，一直给你乱动乱动它的那个位置，那个面板的位置，还有很难。OK， 先把这一只捏好再说。笔呢？放这边。OK， 欧葵。哼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
四十五、三十好了，好了，三三。然后把这个角角，所以现在是绿色的，往那边，就是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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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 ，OK， Beyond 的歌 ，Beyond 就只有那一首歌可以听啊，海阔海阔天空，天空。还，其因为我就是他只有一首 ，Beyond 也算很老的吧？没有，我不是 Beyond 的歌迷啊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知道林子祥其实有一点难接受。来，我们来换李小田，你知道李小田的？可是李小田因为写的歌实在太神奇了，他写的歌太神奇，所以，但是他写的歌真的很好听。哦，这实在是太老了。等一下，我换一下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哪一首歌比较新。哦，来，等一下，香港小虎队，好。好老的歌，炸老，没关系，一起老。我干脆这一台以后都放老歌这样子。行，嗯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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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可爱的脚，所以这只脚应该要在这。这是我捏过的吗？我自己都不记得。有，这只是刚刚好好捏过的。然后，这个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给我。放大还是蛮头痛的。然后我要这个这样子的。无恋我心，得空荡荡。超老，这歌超级老，完了。Wait, what？ 为什么会不准？十四，不对啊。Wait, what？ 他为什么？可恶！我先删掉。Yes。Oops。然后把它移过来。嗯，变瘦了，变太瘦。嗯，你看，这边，嗯，等一下，
你要这样凶，我应该养个，对哦，我应该要 blocking 哦，我在干嘛？所以我不能，为什么这边会跳这么远？好奇怪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先试试看。哦，是哦，这里没有在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是等一下要调的，所以这个在这里。哦，这里太肥了啦，难怪。太肥了，给它。肥滋滋的，就是负二点五七，可以。检查，点太高，但是低处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要圆圆的才对，圆圆的，吃吃的那个梗，不知道你们知道，吃吃的，热热的。然后把它往这边移，我刚刚到底为什么要捏那个？我看不到的，我要气死！真是的，这为什么会一直搞错方向？是真的，对啊，还是我们不可以把啊啊？是不是地震啊？好可怕哦！可以不要这样随便就摇一下吗？太乖了啊！真的，啊，好可怕哦！又地震，下，
啊，提欧米奇你也提了太多的歌了吧？哦，小 B 刚刚地震对不对？快吓死了！等一下哦，奥利奇贴了好多歌，你也是那个吗？包包，来，麻烦贴图。为什么我现在常用贴图就全部都不见了？没事的，这边抱一颗心。然后在右边一颗心，为什么这个荧幕的贴图的颜色差这么多啊？宝宝吓死了！你看，我懂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一个图案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啊，他不给我抱，我天哪！好。我要做到几点啊？我居然敢说你要只有一首《海阔天空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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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所以你抱抱不是因为有地震？有啊，我刚刚出去有看到在摇，我快吓死了。我要做到几点？我等一下，其实也没有很久，就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肚子饿。完了，是不是糖尿病？所以怎么了吗？小 B， 你还没关台吗？还是我不懂，我不懂发生什么事？你说啊，你有事你就说，讲出来。谢谢小 B 的抱抱。那个奥迪奇，你提的那个音乐，我等一下再听，因为。我下播之后再听，因为啊，我的那个 YT 有非常多的广告，所以我不想把时间耗在那边，但是我把它存起来就可以放稍后观看这样子。所以之后稍后观看，这样我就会，唉。喜欢你不是那个吗？不是也有很多人翻唱吗？天皇之歌，我跟 Beyond 不熟。OK， 好，赶快把这个弄好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居然给他调到后面的，修后面的那个也是真是蛮头痛的，很烦。OK， 来。完了，我这里就会很想要把它做这个形状，可是到底可不可以？等一下，它是后面的脚，所以不要太纠结。然后，这是一个好形状，因为我刚刚修过了，直的，有，我有用吧，我有用。然后这个比较粗，还可以吧，粗。我刚刚是不是对这个形状做了很奇怪的处理啊？看一下，这个比你那个还要更严上。哦，你很烦哎、欸，很严重。送你胭脂扣。的主题曲，欸，你有去看我岩上刮，好可怕哦，怕死了，都不敢去看。我觉得还好，有很多人，就是有几个军师把我压住，就是说不要去看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啊，
居然是李小田自己唱《胭脂扣》哦的版本。嗯嗯Let the world burn，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就不红，不红烧不起来。反正那个现在不管红不红，我都接不到单啦、啊，管他，就你熟，熟。而且律师也说啦，如果有涉及回谤的部分，你就再告他就好了。不是，我觉得笨蛋。好了，那个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弄完，因为我肚子好饿。等一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烧了才香。没在看扑浪，对啊，扑浪偷偷说最不健康，虽然我都拿来配饭。扑浪的偷偷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有那个。有水准，但是没有啦，这个不能这样说，因为这样说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比较，就是人家会觉得，等一下，这不重要，重点是我开始肚子饿啦然后这个月的信用卡账单又来，天哪，又摇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地震，好可怕哦 ！Alright。等一下，重点是我应该要先看看这个过渡，再来玩那个。你总是会有面朝镜头的时候。好，可以啦。哎，这个形状真的很可爱。等一下哦。哦，它在这边的时候应该要变尖角了吗？好吧，我觉得它应该是，所以刚刚那个很丑的，是这个吗？把它修一下。如果不行，我就重捏，因为实在太丑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重捏比较好吗？一样的问题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它这个比较接近这个形状，我觉得。再来一次，一丝丝，一丝再丝丝不成，再试一下。OK， 然后。好，可以。果然有时候还是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二三？不对，好，
他这个杜丽莎，我只知道他很会唱歌，但是我其实没有听过。我是说我他有很多歌是经典，哎、欸，不是杜丽莎，要数是谁？啊，不管了。但是总而言之就是经典，就经听说是经典这样子。圆圆的很可爱呀，好。一拖，一拖打扁，一拖打扁。OK， 哦对。哦，天哪，这歌也太惨了。用双手紧抱你，这首歌也太励志了，怪怪的。小夸怪怪，其实我有点不太懂，为什么奥地奇愿意来看我的台，还蛮惊讶的。但是先谢谢了，就是以后没看也不用，也不用有压力啊。哎，好了，看一下。哎，不如意啊，身边所有离我而去啊。后面，后面。我还是觉得这个圆弧很可爱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机会用到它吗？算了，刚刚你为什么花时间修那个？没注意到它是后面的。这是螺纹吗？它有一个很奇妙的鼻音，嗯，好，可以。然后刚刚说有一个后面很可爱的圆圆，是这个吗？等一下这个可以适合，就等我们来试一下。嗯。好啦，不要纠结了，迟早要交货的。来，所以这个绿色的，然后这个三个，然后等一下，哦。懂了，他们这个右键吗？怎么回事？
我有选了啊，苏嘎就都没掉，这个没出现。嗯，为什么我的那个不见了？完了完了，哦，苏嘎 ，here， 重来一下，三个，然后这边，那个酒，难怪刚刚讲说什么，他这个 copy 真的好慢，但是不会吧？这个滑鼠的右键也快挂了吗？OK， 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最远的 ，OK， 然后这边走了，被怀疑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要走没关系啊，随时可离开，这里没有人挡着你。米角要下班了，真好，千万不要让他带过来，我这边承担不了，就是这种超级迷你不专业台，但是我这样讲似乎也太大看了自己。这边都有跟上，嗯哼哼，恶魔鳄鱼阿比安安啊啊！原来飞影提醒了我，你是这一台刚刚来而已。Alright， 所以。跟上了，跟上了，脚脚跟上了，这边有点跟不上啊，所以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这边一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要加，加吧加吧，反正这个是额外放的，错位用，他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又坐到后面去啦？总之前面要先顾好就对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第六个，嗯，他怎么没有出现？悲剧。Let me think. Spin 六 save。等一下，他记忆体，哎呦，记忆体3000。来来来，少年，还好啊，20几而已啊，怎么回事？嗯。
为什么这里没出现？太奇怪哦！等一下，它是因为这个颜色的关系吗 ？OK。好肥哦，这个肥度应该可以吧 ？OK， 不管。好，这只脚都做完了，有点了时间。欸，所以一只大概如果顺利的话做一只，可是我觉得这种真是很头痛的事情，他居然要做一个小时，冲到外面去再回来。OK， very good。然后呢，这一只脚。这一个脚不要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要变成紫色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不用它是 reset 就可以了 ，normal，OK，、okay? 然后这边也是，就他妈的哦，白的、黑的、透明度全部要一起。override 1000，白的、黑的。OK， 绿色组，这里应该没有吧 ？OK， 然后再一只这个，这也是，这是啥？我、哦、这是通用组，这没有在用。然后呢，绿色组。要做遮罩，不然吃完饭做遮罩好了。70这不行。然后就 OK， 是 editing。reset， 我一直觉得在摇是真的吗？是，这是我错觉吗？有点可怕。哎，然后。后面的脚脚还有谁？这两只有了，这只黄色的，黄色的，我等一下再看。啊，我刚刚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打开来给他对？哦，对，因为他会跑啊。哦，算了，算了。然后呢，橘色的这两只有啊？为什么这两只看哦？然后这个 ，Volleyball Kids Editing。Alright， 然后，哎，我觉得都没有人来问我啊，你们都没有来问我发生什么事情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两个改了，然后。然后，这是什么怪形状？哦，这是后面的。OK， 好啦，我一直把前面后面一直，脚脚，然后这两个，然后这样就全部都出来了吧？一二三四，行。来看一下会是什么状况。其实我有点想要，就是把看一下。我原本是打算怎么弄它的，我想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所以这里的。这里的边线，然后这里的边线，这里的边线有个问题，就是我这边有角角会进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角角会进来之后会消失。我现在在看那个粉红色的，然后角角会进来，这边的角角。所以我要一个大的，这里麻烦。我可不可以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
我觉得问题会是在这个的边不高，我有保边，我应该算有保边吧，所以这个的话，这个算没有，这很烦呢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来，我等一下来微调，因为真的是经验啊。然后这一个是谁？橘色吗？是橘色主认证。好，然后呢？嗯 ，God， 然后还有章鱼嘴巴。哎，为什么卡住了 ？OK， 我是应该要让它……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动画破啦、啊？哦，没有哎、欸。哦，原来他刚刚是讲记忆体不够还是这样，吓死我！好哦，这样做多久？我看一下，一小时，快两小时。然后我在考虑到底是挂着去吃还是怎样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换个音乐好了，然后因为它 Live 2D 是3000，这样是不行的、啊。想一下，等一下聊。然后这边，啊，我存档以后它才会降下来。然后工作管理员，效能23%，GPU 20%。处理程序，记忆体4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我其实也不是很懂。好啦，那我决定挂着吃好了，但是我的计时器要停下来，然后我去吃饭。OK， 这个哦塞，然后呢，他 Spotify 反而自己。停下来吗？我怀疑。我决定去吃饭，因为如果我不挂着吃饭，其实我不喜欢挂着吃饭。可是如果我不挂着吃饭的话，它会一直变成，就是会一直给那个订阅的人通知，他们应该会看得很烦。那我就挂着，可是我又觉得我应该要去洗澡。还是说先吃饭？所以我应该要写本鲁去吃饭 ，OK， 复制 ，copy， 然后呢 ，paste，duplicate， 然后呢这边写。挂着吃饭，然后我要用不同的大小。可是我觉得吃的白白白，可是我觉得我等一下很可能就会想睡觉而已，因为吃完饭可能弄一弄就要，就要洗澡了，好吧，我觉得我还是下台好了，对啊，因为搬来新的地方以后都很早睡，就很早，而且我今天有认真做，所以我可能会很快就爱困了。不然我就自己做这样子，好吧？那非常感谢三位的挂台，一直都有三位，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。等一下哦，我先把它这个关起来。All right, here. 嘟嘟嘟嘟嘟嘟嘟。
天之中，好像有那位了，飞疯狂的飞转 ，OK， 你要听歌哦，不要啦，我很怕我发出奇怪的声音，所以那谢谢你们三位的陪伴，真的，我们又挂去小 B 那边吧，PHV Fivey OK， 他这个到底念 Fivey 还是 Fivey？ Right。是这个吧？有成功吗？哎有哎、欸，谢谢你们。此频道不适合儿童观看，且聊天是紧。那我就先这样啦，准备关台啦，谢谢啦。好笑、哦，整每天都搬到小 B 这边来。拜拜。Yay!